三楼，有些不可说，是我不能说，想用这承诺，别怪我懦弱，情不容你我舍，我负你而活。师父，我还以为你不要徒儿了呢。师父，小丫头，师父怎么会不要你？若中毒之事被人知道了，定会引起骚乱。闭关只是为了静养驱毒，不想受人打扰罢了。师父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早点离开师父的，就不会让自己深陷陷阱。当日都是因为我太鲁莽冲动了，才会害师父中毒的。师父，让我帮你把毒吸出来，就像你当初救我一样。没用的，小姑，你专心练功，师父自有法子。师父，我去找师尊和如尊，他们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帮你解毒的。只要能救师父，就算是受罚也心甘情愿。站住！要解补元鼎的毒也不是不可能。在穷天绝地之处有一个仙草叫断肠花，可解补元鼎之毒。穷天绝地，断肠花。好的，师父，我这就去给你找断肠花来。师父，你把这药喝下吧，虽然不能解毒，但是也可以补补身体。师父，你等我回来，我去找断肠花，一定要把药喝完哦。